这个一开始用，里面要泼点水，地比较干，然后咱那个电动饮料勺拉了这料，然后这边准备试剂。对。电动饮料勺搭配的，咱这个设备使用是比较好的。够了，好。差不多。震一下，震一下，往这开什么？往这开振动器。不，中间得多天呢，中间多天呢，都轮中间。轮中间，中间的也得，中间也得搞点车。完之后，这上面长那个平板，就是说一找，然后就是说这样呢，就是上面就比较光洁了，你看在国内一般的时候上面都不找，都是毛茶都就行。他那个如果国外的话，他要求比较后挡板先起，板打好之后后挡板先起，后挡板就是说的这一个，这个叫后挡板这样先起。然后进行触摸，触摸成功。